梵高呢。熊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画的不像吗？那接下来我该找谁做我的模特呢？找到模特了。
熊熊，你睡着了吗？陪我玩嘛，陪我玩嘛，陪我玩嘛，快点起来陪我玩嘛，啊，陪我玩，快点，快起来啦！你真的睡着了吗？
这个了。他会不会打喷嚏呢？还是被发现了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骑的是什么啊？熊熊，小心那里有树，我们快去帮忙。那个时候我离你很远。雪橇车。
皮了，请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猜你需要系安全带。我猜出来了，
就一定都能猜到，对吧，熊熊？树林里还有小鸭子和那只小鸡走过，这座小动物的脚印，无论长颈鹿还是牛，或是甲虫还是麻雀，我都能够认出来。熊熊，快看，这是小兔子的脚印。你看，还是我说的对吧，熊熊？你真笨。Thank you.
该回家了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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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